哎，鸭子又来了，一色人哦。早上的八点，继昨天呢，哎，打了将近600块嘛，我们就一张四星的蟹米抽给观众。现在我们要来继续挑战，看能不能捕捉到我们的救急异兽的。不见了呢，救急异兽不见了呢。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来玩快头？如果中间过程有人来玩快头，然后把它领走，那也没办法。希望它还在啦。小小的儿，用摇杆求生好后，按下按钮决定。大图出泳姬啦，我们拿泳姬啦。刚睡醒啊，有点小晕。来，各位，第一张恶心泳姬啦，希望今天能够起码四星怪力也可以带走，好不好？叫出宝可梦吧 ！Go go go，Let's go！ 附近的宝可梦听到话了。电极兽，电极兽。鬼丝两个，我、哦、还有他还在，死了呢。最后尾巴，碎了碎了碎了。海星，一星海星跟费洛美拉，跟昨天阵容组合一样，好不好？一样派上我们的中年狼人，加上拉蒂亚斯妹妹，减十攻击，求求你打中吧，拜托。有哎、欸。太棒了，大家！就是现在，把力量借给鸭子吧。我们左边五星的费洛美拉，右边一星的凯西，这个有交换机会。好，救急球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七，有哎！今天是超级球，最起码我们的运气有稍微不一样了哈，没有再像昨天一样一直丢红球了，那不然好像比较难捕捉一点。二、三。看来还是要丢到救急球，好，还要再更好。哎，也没交换，可惜了啦。有强大宝可梦的气息嘛？休息了一整晚。有位 ，Excellent 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来635。是交响乐长钟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喷火龙啊，怪力还在，救急异兽出现了，就是你，救急异兽，还有谁？还有恶心嘟嘟灵，大家集气了，集集，丢个救急的高级球。哦，是普通的高级球，能不能顺利的捕捉？飞入美狼，成为我们的宝可梦吧！一下了，两下，三，没有。所以是真的，这种球是抓不到的，对不对？目前看来是这样，没事的，走吧，下一次。费洛美狼大图出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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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哎哎！蟑螂出现的时候，其实也可以用比较紧张的音乐，但是刚刚那个是班吉拉斯的音乐。二星投雨消，好的 ，Get all does it， 顺利捕捉。今天的第三道，哇塞，哎、欸，大家这台机台很用心的在卖这个二星卡片。投币后，费洛美狼，碎啦！还有二星泳姬啦，可以哦。小摆出全力姿势，自己力量。73点自己力量，狼啸石牙巨雨风暴。有吧，可以来了。左边五星费洛美狼，右边二星泳姬啦。大家就是今天了，早起就是为了它。把摇杆球向前，希望能够顺利的捕捉。三二，救急球！是救急球，鸭子没有动，但它总之有丢到救急球就对了，可以了。感觉希望提升一下，两下，三，爆开了。选择哦，四星怪力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也是非常需要的这一张。怪力我哥有。好，谢谢。太好了，看能不能直接草喷。
No， 草丛有点小，没关系，等一下顺利把它捕捉就好。二星炎热喵，附近好主动听到过。电极兽，哎，月亮一步，太阳一步，来了四星怪力 and 异星鬼师。布拉多加上拉蒂亚斯，应该可以顺顺的把怪力给他打败。我方的攻击，攻击轮盘，瞄准攻击。哦，按到十点，哎，可惜对手按到了逃跑，五秒了。博物球，哦，还好，好加在都有双双的击中。来了，布拉多的地震。怪力，鸭子需要你啊，我还需要你这张图片，哇，就他按到盾，对手看来也是非常厉害的。太重 ，no， 好像不是很够力哦。对手的攻击，防御轮盘，瞄准，按到了盾，鸭子这边也有按到盾，还可以，十字劈。应该不会到太痛吧，还行，不到一半的伤害。拉蒂亚斯补足这个伤害，就可以顺利下卡了。拜托，求你了。攻击轮盘，瞄准五点，怎么又是五点？博物球的那个轮盘是真的数字，好像会打得有点灰心。居然是失误，别浪费时间啦，孩子。剩下最后五秒。攻击轮盘，瞄准红。二十点，可以哦。地震。很好。太好了，来了。五化时间。左边四星怪力，右边一星交换机会，麻烦大家把力量借给鸭贼切嘞。哇，是精灵，又是精灵球，谢谢啦。是不是真的走远了呢？麻烦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锵锵，呜，顺利捕捉，终于顺利开土了我们的四星怪力 ，yes， 真的哦，啊，终于抓到它了 ，oh my god。哦，这只怪力全力无双激烈拳哎，如果有缺格斗系的战力的话，它也是可以来使用的。可惜没有召唤机会，顺利捕捉到了，起码是不是说全无收获了啊？我们起码有开图了一张四星的怪力，四星喷火龙 ，and 四星太阳伊布，继续对战，我们打看看，如果能够顺利帮他们下卡的话，好不好？刚好因为这两张鸭子都重复了，可以直接抽给大家。马马虎虎，有了，来了，左边四星喷火龙，右边四星太阳一步，麻烦大家把力量借给鸭贼了。这一次，这两张如果其中一张抓到的话，我们都一样抽给观众。高级球，该不会双双捕捉吧？高级球，有点神哦。有点神哦，一下了，两下，三，不是吧？哦，居然是先抓到太阳伊布。好的，那如果你有需要太阳伊布的，麻烦留言，我需要太阳伊布就能参加抽奖。OK， 那这样的话，今天也算是大家都有了哈，鸭子有，你们也有。那我们剩下多少时间？看一下，还剩下最后的二十分钟，哎，剩下最后二十分钟，拼拼看能不能抓到我们的费洛美狼。麻烦大家把力量借给鸭贼好吗？就是今天救急球机会，等等，把摇杆球向让鸭子投个好球，真的尴尬了，居然是精灵球，没关系，能捕捉都是好球啊！一个，两个，三，哎呀，都跑掉了，太尴尬了。三二 action！ 哇，只有超级球而已，是超级球，居然没有救急球，那就是会有点难了吗？打破传说，听说救急球才能捕捉，不一定。爆开了，右边异星鬼是有机会出交换。噔噔，大叔，我真的越来越对你灰心了呢。
来了，贝洛美狼大图出现，有没有这缘分哦？小费，草丛很小 ，QQ， 看来时候未到啊。凯西，凯西，婉丽，婉丽好，来啦，大家，是时候了，救急求机会，反正他就是换三颗了，然后，哎呀，我们还是超级球，能不能顺利捕捉呢？8:52，第一，第二，三，爆开了，有交换机会吗？太好了，捉到宝可梦了，嘟嘟。真的，四星卡片，可恶，只给了个你有巨人就想打发我们。600，目标600，可以，641发。太优秀了，是陨石长度。附近的宝可梦，海星、鬼斯、永吉拉、路卡利欧。你有巨人。三星你有巨人跟三星路卡利欧，好的，没这个缘分。好的，最后我们费洛美狼的征战宣告失败收场。我没关系，最起码开图了一张四星怪力，咱们四星图鉴再迈进就缺两张了。而这天重复的卡片就画面上这么多，其中一张庞岩怪是在晚一点的时候，鸭子又有回去寻看看费洛美狼有没有被打走了，结果意外捕获的他。不过当然我们的费洛美狼也不见了，没关系，咱们继续加油就对了。最后也恭喜画面上这位观众抽中了上一支影片的奖品，再麻烦进入到鸭子的粉丝团跟我联络。那么这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